好，打开喽。这个是我们在日本的哈豆腐，对，挖到的宝哦，是电车的控制器哦。哥哥先开，我先开呀。好好，不要吵架。哥哥先开，你先，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开呀、啊？哥哥要示范啊。好，打开。打开。打开。咦，这个吗？是什么呢？打不开。这是插头，看看打不开，没有亮了。要装，要插插头。那爸爸请插。把橡皮筋先解开，你会吗？等等，我们来把橡皮筋解开。嘿，有解好了吗？解好了。把橡皮筋给我。然后这个线要插在。黄色的孔是白色的还是黄色的？黑色的。这个。好，插头给我，我插这边，这边有洞。你们在那边玩，这个我看看。够长吗？这边打结了，我来解开。可以吗？好了，来，哥哥先开，你先看哥哥开好不好？哥哥先示范一次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把插头插好。你可以按这些按钮，可以。可以看看里面长怎样。开，哦，你看，开始要过度休息。玩不能玩太久，要休息眼睛。日本呢？看灯，打开。来，哥哥先开。你看哦。怎么开啊？哎呦，要先上车啦！你看他们先上车，这个关门。他还有教你怎么开耶、欸。会不会开太快，东东？慢一点好不好？好，换几集。你说这是刹车吗？不关了。汉唐打开。汉唐打开。换东东。继续继续。不可以在轨道中间停下来哦。你看，车车要到站。你按到刹车了。是谁一直在按喇叭叭叭叭？车长广播，你把它关了。好，董董，请慢慢玩。我们看董董开是。好，怎么开呢？哥哥可以教他。再按呀，他也开。哥哥会了吗？你学会了吗？先帮你按前面的。没有按这个。一直按这个。可以选火车哦。不行啊。你要先等乘客上车。都上车了吗？上车之后按这个。可以。上车这边有，要你按。好，按这个。好，关门，然后开火车。火车用控制杆开。有没有？你开那么快了。我今天选不同的车了。可以选车哦。刚刚按到一个超速。260，刚那个才100而已。哇，东东驾驶员。到站了吗？经过了，有火车从旁边经过了。你看。
上快要到站了。彤彤准备刹车了哦。彤彤会刹车吗？会。哎呦，彤彤真的会刹车哎！哪一只手是刹车？彤彤停下来，停下来。那哪一只手是前进？彤彤。乘客要上车。超过会怎样？会过站。他说：“现在加油。”哪一只手是出发？彤彤。好，那你先出发了吗？乘客已经下车了。还要等他们下车哦。东东真的会耶，东东真的懂哦。他画面上有教学引导吗？有啊，还要等人上车哦，东东。好，按。要出发了吗？驾驶员放开双手了，冲啊！什么时候刹车啊，东东？看到没有？用表啊，差不多了耶。好，我们让东东自己刹看看。东东刹车，要准备。东东真的会。还没哦，还要再等一下。没有反应，东东，哪一只手刹车？哪一只手？哦，东东会了，刹一就好，不用刹那么多。它有分别吗？有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快到站了吗？继续加速好了。加速。加速，刹车松开吗？怎么没有声音？刹！等等刹！紧急刹车！富士山呢？真的、哦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看一下。超过了。超过，又继续开了。哦，更爆速了。这是喇叭。那这是什么？有一个车长的标志是什么？那是车长会讲话。等等，刹车。再往前一点点再刹，好刹，等乘客上。通通说等乘客上，哎、欸，他学你说话，好乖哦。好，等他们上车下车，等到会玩了吗？好玩吗，东东？好玩，还要玩，还要玩哦。这边挖到宝了耶，这个在哈德洪福找到的，很少看到卖这种玩具耶。还没，电车控制器。有这个按钮的时候，你再按，看你会不会。好会哦！真的真的会。真的开。减速，不用减，还很久。到站了再减就好。加速，这个是正驾，我还来为你们介绍，这是我们的正驾驶，这是我们的副驾驶。没有正驾驶吧？副驾驶，看我看，看我开。东东还说看我开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减速。东东还说看我开。减速，东东减速。彤彤看前面，耶！开火车耶！彤彤没有减速。东东还说看我开，好可爱，我的天哪！好，等他们下车，还要等他们上车。真的有人吗？我看真的有人吗？没有画到人，他只是说等一下。有人啊？有人吗？哦哟，好小的这个是不是？你看有人上车了。哦，好小哦，三个门里面好小哦，好可爱哦。很精致吧？对，啊，东东会按关门哦。好，开车。マスコンを操作してね。
哇！让我开，好，我看你开，你好会开哦。下一站就是终点站喽。你等一下按，要不然看上面还有这个牌子，下一站就终点站。等一下按。真的，上面有个小路线图，对不对？很像我们在坐火车上面看到的。下一站是终点站，很逼真啊。就可以往其他线开。哦，很精致哎，很精致。还没有刹车，我们只是经过一个东西。哦，然后时速275，对不对？看我开，最高是275。嗯，很精致哎。可以。然后按这个，它会有人讲话。那是车长广播的按钮吗？广播吗？你要按一下看看吗？到了吗？东东，我们要准备刹车哦。好，东东的手手准备预备，刹车是哪一只手手？哎，还没啊，还没。太高了，只是经过风景，它让你进入那个画面动画。哦。看，我没有开。你还会开火车？东东喜欢开火车吗？看你开。哎，你这好合东东的手。对啊。啊，最高时速降低了，就代表这边是上坡吗？哎，等等，减速。副驾驶紧急帮忙。当他们下车。当他们下车。刹住。等他们下车。嗯，日本人真的很厉害耶，坐这种电车控制器，东东超爱的。好棒，对不对？哎，东东可以自己开了吗？过关了吗？我听到这个音乐，还有过关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哇，おめでとう，他说恭喜你，恭喜你完成了这趟旅程。他还有坐火车的照片耶，真正的。我看一下，真的耶，日本的火车的照片耶。刚开的这一台，东东，你们这台是不是一样的？在后面，是不是一样的？你刚开的就是这一台，是不是一样的？而且它的控制器也跟它的车子是一样的 ，green 的。你要换车吗，东东？好，东东，继续还是换车？换车。还有别的车可以选吗？我们刚开的是这一台，对不对？东东，是不是？你刚刚是不是开这一台？是。电机开。要开蒸汽火车好不好？还可以选车，有几种啊？三种而已。嗯，这种哦，这个好了。这个富士山有这个，哦，还可以选车哎。这个。真的很不错哎，我记得我们才花这个才花多少钱？日币2200左右吧，挖到宝了，2000而已吗？2000的话，台币大概才400多块而已。好，要怎么按？怎么会？炸弹。加油！再一次好不好？好。还是那种小游戏的概念。好。好。换成蒸汽火车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东东好像自己玩得很开心。对啊。很不错哎，这个不错。再下一个。まもなく出発します。等他们上车。等他们上车。等他们上车，都上车了吗？ドアを閉めてね。还有哟，这边还有。那是车长，你按出发，车长就会上车了。嗯，没有哎，要广播吗？关门，关门是哪一个？东东，这个。关门是哪一个？你看哪一个门？对。ブレーキレバーを解除してね。
好，统统加速。要怎么加速？右手，这只手，这只手是加速的。这控制器给它加速吗？是吗？所以这样就是加速了吗？哦，董董刚刚用对了，那样是加速，是我用错了，是我讲错了。你对了，是爸爸说错了。看吗？看哪边？看你开火车吧，在后面看。爸爸坐这里看哪边？坐你前面看吗？这样子看吗？真的，一模一样哎，它的这个外壳其实就是它哎，放在这边就等于它的车火车头。彤彤，你看我这样摆。真的欸，你看我这样摆是不是他的火车头？没错。东在开火车。这样的小的就国家先制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也给我看一样的车车，对不对？拿着他最爱的火车，玩着他最爱的火车电动。对啊，这算电动吗？